租日未完就想退租，可以点做？如果双方同意提早终止租日，其实应该要签署一份退租协议，亦即是退租书。退租协议上面要列明退租的条款，包括是退租的日期、交还单位的形式、按金的安排，大家都要记住啦。快啲 follow 我哋嘅 IG、like、Facebook 订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下条片再见。利嘉阁租务管理，解决租务问题嘅好帮手。